点起家庭教育中心主持完很大系列活动，这次是来到春园高尔夫亲子农场举办，祖孙三代做伙手作台球是非常疗愈，然后全家伙啊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日时间。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安排也是一样很丰富，有国岭的推杆体验，还有我们导览香草植物园。那我们在导览香草植物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个很疗愈的手做胎球 DIY， 然后过程中呢，是我们透过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祖孙一起完成这个独一无二的作品。那希望今天可以把它带回家。高尔夫球对真侪小朋友来讲，拢是第一摆的体验，而且可以当甲阿公阿嬷做伙出门佚佗，更是搁较难得的机会。对家庭的气氛来讲，是真有加分的作用。对这个活动哦，感觉都小孩子很高兴，大人来感觉参与这个活动哦，非常有意义一个活动哦。希望以后就是经常这样举办这个活动，来让这个家庭哦。来这边一起参与这些让小孩子跟家长在互动中互相学习这样子。借由参观芳草植物花园，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氛围，也共创祖孙三代美好的回忆。咱咧想要顶下三台英雄彩虹报道。